我的土地被政府征收了，我本来有37坪，可是他给我征收了28点多，剩下8坪多的土地，然后要抽签，坪数不够，不能抽签，就这样等啊等，等了5年，看着自己的土地先被卖给财团盖起了这样子的豪宅，5年之后。回到这个土地上，在抽签配地的说明会里面才发现自己拥有的权值绝对无法在这里再盖回来，这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因为这些土地全部都被不是被合一宅哦，是被其他的商业跟住宅用地所抢走了，被其他的大地所抢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 A7 而言，我们要求立即保障，让原住户优先选配，让原住户优先选配的诉求，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分回机场捷运线在这边。所以这边最精华的地段，我们可以看到，在5年前，那个合一住宅这块土地就已经被标给了这4家建设公司，还有包括这里的产业专区，也在5年前就已经标给了这些厂商来进驻。也就是在居民的所有权状都还在口袋里的时候，政府就把他们的土地给卖掉了。有非常多区位在非常好的地点的土地上，都标示了一个权字，那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值，整块把这整个标下来，你才有资格去分配那样子的土地。那个权值多大？大部分都是5、6亿起跳，即使你抽到的签在前面，也会因为你权值不够而无法分割这些土地，而使得那个抽签沦为形式上的公平，实际上还是权值大的大地主可以把整块土地吃下来。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居民发现到的是，由于本来这个林口台地的地势上面，为什么一开始聚落在这里，就是因为这边的土地是比较平，比较适合人居住的。周围这边包括了我们今天出示了非常多地图，这里当时爆发弊案的力保建设，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上面很多都是垃圾堆填起来的土地，所以这边很多都是像我们玉红姐手上拿的那个垃圾，就是从这个地方的垃圾冲下去堆积到新庄水源地，新庄在这个地方。因此在整个全职的最小全职的限制之下，我们发现现在的住民可能没有办法配回他们原本的聚落边，反而会被驱赶到不管是坟墓旁边，或者是垃圾地这里、电塔这里，还是这边的边坡地，让现在的住民发现他们的权利真的严重的受损。他已经折磨我们5年了，我们之前一直不要说，我们就心里很难过了，到现在要配地，我们到底要配到哪里去，我们都不晓得。真的哪天想不开，我不知道。我跟我去祖先讲说，我难道我们要住在我的住在100多年的房子都没有机会吗？我们的黄土上都没有机会吗？真的要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原住民吗？他说什么欢迎住宅，我们去配也没有，我们要什么优先安置也没有，到底是怎么了？这个案子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弊案？我们拜托我们剪掉，真的出面把 A7 合一宅 A7 整个为什么10公顷的合一宅划到200多公顷这么大，里头的文章到底是什么，请调查清楚。在此我们也重申，我们的居民短期而言诉求很简单，现在要配地就让原本的住民优先选配，不要跟投资客一起，他们才有机会配回他们原本的地方。虽然土地大幅缩水，一点吃亏我们的居民还忍得住。优先选配短期诉求，请让原本的住户优先选配。长期而言，我们要求废除区段征收制度，我们也要求整个都市计划跟土地征收的审议过程的委员会透明公开，遴选机制改革，以及加入正当的防卫机制，包括像听证这样的机制，才能有效的遏止我们国家人民的土地不断的被从以官商勾结的方式送给财团。这个是等于是剥夺人民的基本人权。
等于是抢夺人民的财产权跟生存权，这是严重抵触我们宪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财产权、生存权、工作权应予保障。当初政府都跟他们讲，依照法令可以分为40%，但是这个40%到底是什么样的40%，其实都没有讲清楚。藏起来就是这么不断的骗骗骗，等于是土地所有权人开出一张支票，那个支票的金额到底是多少是由政府自己来填的。共有土地之后你要再新建其实是非常困难，因为这些共有人当中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的建商跟财团在里面，因此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被逼迫把他们的持份必须卖给这些建商跟财团。区段征收为名执行的开发案真的有符合公共利益吗？在里面受到影响的百姓他们有被公平对待吗？这些百姓的生活有变得更好吗？这些动辄上万坪上千坪土地上亿全值的这些人到底是谁？还有没有问桃园市政府营建署内政部里面到底是哪些公务员跟这些政界财团在配合才搞出这些量身打造为炒作地皮的人量身打造的配地的方式？We'll be right back.